见刀锋，难道得马坑小兵妈妈能怎么你被坑，这群你也不查灯，你人大哥一更久，野人见人你就走，为何你还要回走了，被人打得像条狗，不杀是你的梦想，成功是你的信仰，被人不是你连模仿，寒冰都敢往前闯，就算无人来北东也要誓死去抗衡，你的执着超越永恒，从未放弃干联盟，就算坑你也要打，兄弟你别老越塔，若是美女在骂我傻，那我盲僧就出发，就算狗子不如你，就算网友把我撇，这一次我不理解了，为何闪现送一些底层呐喊求一拜，转身却把网友卖，跑得一比天神都怪，还说要留一塔在，身为男人不能追上，就算死也要越将，为何你用手榴弹吗，把团你却从不上，既然王者要反击，那你抓紧用剑击，若你不去争个第一，那你继续挂人机，你说亚瑟是神话，不打英语都不怕，那你为何见人就挂，扣完上路又坑压，不是上路不给你，不是老韩不带你，只因你曾看见暴雨，早已跑出八百里，六军你就进草丛，时刻你要从小龙，你还扬言招不雷鸣，等他麻痹都显红，如果我还有所求，求你别再送人头，就因你名花满头，那就令五黑二十头，跑上风雨叫马声，让你可劲往前冲，选择上路还是中，你是联盟第一空，别说网吧五条狗，对面都是恶对手，不是你羊不带走了，英雄联盟怎么走，挂机都不踢了，好。